每天都要把家里刮一遍，就是用这个刮水扫把，水渍污渍用它一刮就干净了，脏了也不用洗抹布，用水一冲就可以。刷腿是可以旋转的，用它扫沙发跟床底很方便，用完挂起来干得快，还不占地方。老婆真的很会持家，买了三件套魔术扫把还嫌不够，不过确实挺好用的，七大姑八大姨都来抢着要链接。绝大多数家庭还在傻傻的使用传统扫把，不仅缠毛发，时间一长还容易发霉变臭，再不更换扫把，细菌都要跑到房间里了。现在城里的有钱人早就换上这款魔术扫把了，软硅胶的扫把头，扫地不缠毛发还不留灰尘，干地板湿地板都能用，自带加长式手柄，扫地不费力不弯腰。不管家里是瓷砖地板、木地板、大理石地面，甚至是平时难打扫的玻璃镜子，都能一扫即净。可180度随意旋转的扫把头，各种卫生死角也能轻松打扫。我家地板自从用它扫完，现在你再来看看，地板就像抛了光一样干净亮堂。源头厂家直销，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，赶紧点击下方链接下单抢购吧。